新闻继续从镜头坐来讲，以前来看就是由交通部观光局和科技台湾基金会共同所推动的中区国际公点计划。嘉义市核算为中区国际亮点，伫咧上午有来自全国的媒体是来到嘉义市体验嘉义市时光万幸的内涵，同时嘛来推荐嘉义市古城相当风光的人文底蕴，含桑拿铁道、地方美食等等，相当重要的观光产业嘛推广到嘉义市在国际亮点顶头的观光魅力。交通部观光局、科技台湾基金会共同推动的中区国际光点计划，嘉义市核算为中区国际亮点。今日由嘉义林管处处长廖一公、甲科技台湾基金会执行长黄炳辉共同推动观光局国际光点计划，是以深度挖掘在地故事、甲人文特色产业，为观光旅客找出值得深刻品味的光点为目标，致力于将台湾上深度的人文之美推广到国际。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家努力保存的一个成果。那林务局过去呢，从这个林业的这个生产呢，林木的生产呢，转型到这个国土保安生态保育，然后到现在呢，也可以说进入到第三的阶段，然后这个来保存我们珍贵的这个林业文化的历史产物，那包括我们的森林铁路的这个嘉义园区铁路车库。还有这个我们的快意生活村、阿里山林业村这边呢，我们都有完整的一个保存。我们希望在今年呢，在嘉义正式启动国际光点的计划呢，可以让中外旅客了解嘉义市区的美好。比如说嘉义市是建成三百年的一个古老城市，它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人文历史，那甚至它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块木的资产在这边。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了台北的全国版的记者来到嘉义，能够把嘉义的美好介绍给全世界的观光旅客，不但让大家看见台湾，更重要的也看到了嘉义的美好。嘉义市有三百年的历史，古城延续是全台湾上早建成的城市。古名朱罗山，古城身形如图，也称土城。嘉义大地东，城墙壮阔，在日本治理时代，为嘉义市制定了现代都市计划，部分延续在嘉义市。嘉义市光点遗古遗今，时光甲万幸之路。时光以嘉义林业风化的快步老厝为内涵，北门夜周边松南铁路历史、新兴快意生活村、以累积古迹的嘉义古港街，以及上方庙顶历史景点甲故事，李万幸之路正是以茶、艺术、生活为主题，在诸多亮点甲傲人之处，是拥有浓厚历史风化城市，值得国际旅客亲近体验在地特殊的观光魅力。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